安怎？你安尼三工两工来找阿姨，是要提醒伊过去的回忆，啊，甲伊重新想起来？无毋对，我真正足希望，我当一工照三顿来切去阿姨的记忆呢，回我去想起过去的代志，莫阁互你利用去啊！你也知影哦，即马阿姨毋来记得你，而且阁会记得专门想你歹查某的我，你莫安尼当阮世间的媒人啊！媒人，我讲有。 我知影啦，一定是有人心虚，所以对号入座啊，对吧？我提醒你，你千万莫做啥物个人员的歹查某，惹着我，对你无好处。爸，你师傅这头家传简讯给我呢，伊讲伊找到里边的探戈罗亚朵。头家，这讯息是不是你铺的啊？你手头真正有这 VHS 罗亚朵？ 有啊，佫有刚才吼，有一个李小姐敲电话来，讲伊要买啊。啊，我是李小姐的朋友啦。你先看一下，帮我们总控。这边要买出去，就别再退钱。这顶悬真正有塑胶大条，写李白的探戈，是我小妹大意啊。顶界无注意到这，去予张君茂对我气坏。 不行，孙杰。雨桐，你哪里家？我想要找爹家跟你无关系。哎，大姐，你想要怎？头家，这查某来家创啥？伊要买迄个李白探戈录影带啊。伊是你的朋友吗？那你是李小姐？哦，我知啊。 你是不是看到网络的讯息，说这家人家录影带啊？我都假做无代志，我要带嘞，提出来。钱我已经付给头家啊，这录影带就是我的啊。嘿，你明知这录影带是阮爸，就叫伊找的物件呢，啊，你既然知道这家人想买去啊，要假做无代志，佮甲头家讲是我的朋友，你哪这么计较啊？我唔知你咧讲啥，我只是说假，要我想要爱的物件尔。 轮到提出来，啊，若无，我袂互你走哦。你有大家话代志，我付你十倍。你真奇怪呢，你是对一礼拜就看到我龙眼大，搞啥亏哦？我，哎，干你啦！哎，阿姨哪在遮？爸，雨桐在我走一步先来遮，甲我当爬起啊啦。啊，你有影好大呢，真正爬到你爬头壳顶啊！ 我问过说副总现在头家，这支录影带啥在伫个店里，伊讲伊本来就有收一寡古董的录影带的习惯啊。这支录影带是前几工有人捡到了，摕去店里卖伊的。我滴，这上重要的物件已经找到啊，是安怎找到？敢有遮尔重要啊？那你要问你，你是安怎去买这支录影带？因为我有看到你伫网络上的po文，啊嘛知影这支录影带对阿姨来讲足重要。 所以才会想要去买转来给阿姨看啊！你就是想要买给阿姨看？哎，雨桐，就算你要讲白贼哦，莫想打草稿啊！本来就是安尼啊！那真正是安尼，啊，是安怎拄我伫咧店里，对对对，我甲爸，你要讲实话。我看你根本就是因为互我甲爸甲你掠转来了后，你为着要甲阮应付，所以凊彩编一个理由对无？ 迄个时阵，我若是无甲你查落来，迄支录影带无底卡已经互你烧掉啊。古仔你安怎讲啦？我伫我无做诶代志，就是无做。既然你讲迄录影带是你要买互阿姆诶，那你请你即马甲录影带摕出来，放互大家看。即录影带我买，就是我诶。我买安怎就安怎，你凭啥物爱我揢出来啊？就算讲录影带是你诶。 啊，毋过内面的内容只有我爸才会当确定。你若无放出来，互大家看，万一佫摕到毋对的。是啊，啊你录影带毋先放出来，我看一下，我小鉴定一下。啊，若是毋对，大家直接我一浪费时间尔嘛。你看，我讲的这块大纸，这是我较早特别处理过，应该就是这个录影带问题。
这就是我爸啦，你不听最后听探过。彼当阵我叫你名书偷偷落来，就是这个龙牙大。阮两个甲母挑山了后，爸啦真激动，甲我讲，伊在感情上无想要离开我。啊，不过你伫甲伊讲，伊袂当阁继续来我身躯边。伊哪哭哪讲，迄个画面，我一世人都不可能放袂记。我相信爸啦嘛同款。爸啦，若看到这个龙牙大，一定想起较早的代志。啊！你敢免甲我解释一下，谁啊？这个龙眼大是咧人的店的？啊！拄只宝那唔是有讲啊，是有人捡到，摕去卖已经店的头家。废话，才着你讲，啊！我头家嘛有讲啊呢。这个龙眼大摕去的时阵，当落落，一面还有泡过水呢。啊，这你要怎解释？啊，你嘛真好笑呢。啊，这件代志我哪会知影？龙眼大也不是我捡到的啦，你应该是爱去问迄捡到龙眼大的人吧。龙眼大不是你捡的啦，啊，不过是你单钓的啦，对吧？当然嘛，不是啊。我找到的龙眼大，就是我甲阿姨找到迄支，啊，不过不是你要爱的。后来我是看到宝娜跑完，才会走去甲这个龙眼大买落来。代志就是安尼，阿伯。我知道你本来就很讨厌我，啊，假使你若硬要讲是我把龙眼大蛋掉的，我嘛无法度啦。你听看嘛，你怎家己咧讲的话，一听就知你讲白贼啦。你若搁在那电视吼，是家己歹看了。我继续跟伊生落去，对我嘛无好处。我一定不管安怎，绝对袂晓让阿姨看到这支龙眼大。假使伊若是真正恢复记忆，伊就无可能支持我等伊对面辛苦命啊。阿伯。我无想要浪费时间甲你讲，请你把龙眼大还我。你凭啥把龙眼大摕走？这龙眼大是我买，我想怎也袂当摕走。我把龙眼大送给别人的时候，反正你还袂生出来啦。是我送给伊物件，就属于我的，哪有无别人的？绝对不是你的啦。我还袂追究你偷摕我的物件呢，你搁敢甲我讨？阿伯，我尊重你是士大，啊，不过你搁继续安尼无讲道理，我就无客气了。啊，无客气，无你是安怎？用抢的啥？我警告你哦，离这块龙眼大还阁别来较远的。啊，若无就算讲你穿裙的，恁爸同款对你无客气哦。爸，莫安尼啦，话好好讲。我嘛想要甲伊好好讲啊。啊，我这阵啊，甲恁爸装傻啦，当作恁爸食菜。好啦，莫讲恁爸咧甲你塞龙门票啦，我甲你买来，来，两千块摕。我若是不爱卖嘞，我爱卖就当作你送的啦。钱要摕唔摕，随在你啦。龙眼大顶会敢留落？哎，哎，钱真正唔摕心啦，敢稳哦？尊公，我唔知你伫咧想啥，嘉轩。你认为讲阮爸对你有感情，所以你想讲你着凊彩摕几份啊资料，两三句话，是要甲阮爸拐到徛伫咧你迄边，真卖少想个。王姐，你安尼做真正想过超过啊？这资料拢是嘉轩先捡的，你奶奶哪里做？超过神手工，就是安尼脚来手来。对因就安尼做一个无礼貌的代志，因酒家要暗砍伊的罪行哦，唔然就摕一寡唔知位倒位来的资料要应用判决啊。过来嘞，多谢吴嘉璇来给你洗脑。爸，酒家为了周水恩因的自由啊，做这种代志，敢袂想过结婚啊？爸，我可劝你，卖阁再相信吴嘉璇，伊啊。野心根本就无伫咧你遮。哇！莫去讲这款话来伤了阮的感情，好无？王姐讲了无唔对。嘉轩，你今日嘛是做人妈妈的人，
还是讲你真正会当将心比心？你绝对有法度了解我即卖心情。你嘛袂过来甲我讲这个大道理啊！我对你真足失望的。卡正公法官，今日判周水燕受罪，那呢？我对周永成还佮周水燕的怨恨，永远袂改变。我甲你的感情，嘛因为安尼受到影响。嘉雪，我将你当作是我上亲、上介重要的人，我希望你莫互我后悔，去熟悉你，爱着你。吴嘉璇，若是讲你也真正对阮爸有心，安尼甲对条条，我咧也真正过当靠你这个嘴来帮助你的小妹吴嘉璇，还佮有你的妹婿林志。不过你真正想来到讲，我会讲跳出来来破坏你这个计划无？你搞点去！我根本无想你遐个代志，我敢若知影你这个人足残忍的，规个家己的利益连别人性命都唔顾。拜托，我看是迄个小弟哥周水恩较厉害，伊今年国家靠我的小妹 Angela， 要对伊做一个袂见效的代志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我请我的朋友伫个内面好好照顾伊，甲治疗一下伊这个镜头的。你安尼伤害别人的父母，早晚有一天。你会受到报应。我不管你即卖是正常还是无正常，你拢甲我听好啊。连伊伫个法庭上，你也是歹承认你有罪。我也着会甲你个查某囝做用词处理单调，伊着会伫个美国结束性命，你着永远看无你个查某囝。妹妹，好啦，好啦。卡细声的啦，袂用的，莫伤害永清。乖，安尼你着爱甲我好好配合啊。所以内面伫个法庭内面，若是有人问你，你着讲你认罪。法庭内面，啥物人问你啥，你着拢讲你认罪，你有伤害 Angela。陈焕，周瑞恩，是啊，我问你，你敢有伤害，而且猥亵江永琪？永琪是我。我认罪，我有伤害，有伤害。我嘛唔知影，杨哥，你看爸表情，这般亲像伊会讲的话，伊表情就惊吓的。爸，这哪有可能啊？老局长讲这话，应该不是伊的本意啊。他拄仔伊伫讲，伊要回去厝里找杨琪，这嘛哪有可能？就翻口经就认罪啊？本案被告周瑞英当庭坦承犯行，在当时有伤害、猥亵之意图，明显构成犯罪，会在择日宣判。好林姐，平安。啥？老邱大的承认，伊伤害安琪拉？哎呀，哪会安尼啊？这一定是有人挑拨来威胁阮爸。我嘛安尼感觉，其实我甲永成有请教过爸的医生，医生讲，就算讲爸的状况搁较哪恶化，伊嘛无可能动手去伤害人。思明，代志已经安尼啊，我嘛应该做上爸的拍算。上爸的拍算，你有啥想法？我被打罪。